说到当前版本的最强中单，你心目中的人选是谁呢？我个人认为是奇异博士。官方对他接二连三的 buff 已经将他提升到了神级的强度了，但我也预测不久的将来他必定被削弱，因此趁现在还能拿来无脑爬分就尽管拿吧。What do you wish of me? Damn. 我的一级团就很猛。Damn. 点烂你。哎，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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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也要点烂我。我电烂他，他点烂我。哇，大哥，你把我兵吃光了是怎样？然后你还差点送头，你到底想怎样？不是啊，为什么要吃我的兵啊？哎呦，这样真的不好啦！射手跑来吃中路兵真的很不好啦。奇异博士现在太强了啦。你还被手杀了，我哦互杀是不是？太笑我麻痹耶，有必要吗？你只要辅助会靠中路，先帮忙拿线权，就会很好打，就没有什么谁 counter 谁的问题哦。啊，对面我们的辅助就是不帮啊，啊，对面的会靠啊。我跟你讲，他先来帮我吃，我就可以来帮打野加速刷野哦。我帮的速度还比你快哦，所以我才一直想要灌输大家正确的去玩辅助，到底怎么样才可以玩好辅助？就是靠中，然后带着中路一起走。就这么简单而已。麻痹，这怎么说？漂亮，带麻痹就是为了抵抗刺客的近身。对面选瑟曦没有用啊，奇异博士 counter 瑟曦啊，而且是完全 counter 的那种。叮，哎，他快死了。这边呢？这边怎么样？哎呀，差一点。你要被他秀是不是？对，差点被秀了。你有没有看到我那个角度刁不刁钻？他以为开的那个盾就可以挡啊。 No， 请放下你们的成见好不好？放下你们的成见。他已经很想收我，真的以为那个盾可以啊？不好意思，我的角度千百种。我的角度有千百种。哎，不是哎，一直丢一直死哎。我的角度就很多。救救救救救救！好了啦。我没有回溯哦。
怎么又把它带出来了？这个怎么会没电到？叮，应该是有电到了，只是护盾太厚了。叮，我是觉得奇异博士这版太强，他在中路基本上没对手，特别是辅会靠中路的时候完全没对手。你只要辅助会靠中路，他基本上就是无脑清兵了，他不会有压力的。应该随便丢都有吧。可惜他还有大招，再加上这个游戏的法系太强了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垫一直垫，血量自然就有了，完全不会被人家消耗，只有我们消耗了，没有人可以消耗我们。然后 EG 又是这个游戏数一数二强的，啾，我没有回溯哦，你每次顺的时候我都没有回溯。好啦，我们等一下来玩 combo 啦，不要说我对你不好，好不好？对，现在奇异博士有刚出的感觉了，刚出来的奇异博士就是强无敌的，现在也差不多就是那样。叮，那个盾哪挡得住我的输出啊？好啦，赶紧去换位吧，快点，我把 EG 留给你，好不好？我就对你最好，去大胆换位吧，快点呐！你没有换到人哦，你没有换到人哦。Thanks, Shula. Amazing. What？ 你看，你就随便这样子丢，然后那个闪电就会自己去找人打。叮，有没有？这到底怎么玩？这角色真的很白痴。对吧、啊？这把太虐了，没有机会跟那个古一做搭配。这角色迟早会被消，因为官方实在太偏袒他了，有点过度偏袒了。就是他这个已经很夸张了啊！不知道为什么还要一直去强化他，先强化他的二级伤害，接着又一个版本再强化他的宽度，很奇怪啊！这只角色从来没烂过，就因为一些人的言论说啊，这只好废啊，拿他不如拿个什么什么，然后他的地位就被大家的言论给就是往下压。那事实上他一直以来都很强，那就不知道为什么官方会觉得说他可能真的不够强，所以就给他进行 buff。他现在已经强得太夸张了。你现在找到最基本的战术就是你辅会去帮中路拿线权，那奇异博士从头压制到尾，对手完全没办法玩。那个闪电伤害太高了。角度有抓好，被他的二技电到两次，那比被大招打到还要夸张，就蛮过分的一个角色了。就是感觉有点是官方被舆论的风向给带走了，导致说官方真的也觉得这只好像很烂，事实上那是错的，这只从他登场国服以来就没有烂过。